跟着向前走，主就在前头。阿门。行不行，就怎么样？凡是做神仆人的举手，做神仆人的，做工的起立，不做工别起，我给你宣告，做工的起立。还没听明白话，只要为主做工的，传道、唱歌、讲道、四会、马大班，做工的人起立。只要干给主干事的起立，不做工信徒别起来，信徒坐下。老太太站起干啥啊？你瞅瞅来。做工的站起来，做工的举手。耶稣啊，求你帮助我。耶稣啊，求你帮助我。给我信心。给我信心。求圣灵抓住我的侍奉。求圣灵抓住我的侍奉。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。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。灰心的灵离开我。灰心的灵离开我。软弱的灵离开我。软弱的灵离开我。疾病的咒诅离开我。疾病的咒诅离开我。我相信。我是上帝的仆人，我要成为教会的祝福，我要成为中国的祝福，我是为中国福音化而出生的人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荣耀归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。好，请坐吧，感谢神。今天宣告完了，明哥不行，说不干啊、哦！这是个大事，咱们都努力，靠着耶稣基督，一同打那美好的。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七节，保罗说：“那美好的仗我已经说坏，不知道吗？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是打胜了，打败了。当跑的路跑尽了，所信的道少说。从今以后，保罗说。”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。弟兄姊妹快抬头，人家保罗上天堂的时候啊，我想保罗这话何等的荣耀，那是保罗的凯歌，仗打胜了，道守住了，路跑到头了，往天堂一站，神道给我戴上冠冕。人家保罗仗义呀、啊、那这同工弟兄姊妹，你上天堂你咋说？不吱声了。那天我老姊妹上天堂你咋说？你老太说那能咋说，能来就不错了呗。有老姊妹我说你还挺聪明，能来不错了。妈妈弟兄姊妹，保罗的耶稣也是你的耶稣，也是我的耶稣，哈利路亚。我愿意我们忠心服侍主，打胜仗，守真道，跑当跑的路，必得保罗的荣耀公义的冠冕。侍奉神的人手扶着犁向后看，不配进神的国，只能向前，难也得向前，苦也得向前，绝不能回头啊！行不行，弟兄姊妹？我不知你们经没经历过，弟兄姊妹，就我才刚说那苗教师吧，他在河南神学院毕业以后，一开始传道了，传道完了他软弱了，他原先是干啥的呢？原先是炸麻花的，你们有会炸的吧？就炸麻花那个，原先干这活的。原先没信主，家炸麻花炸得可出名了，在河南那个驻马店的小庄上，好多人都去买他的麻花，好还大。结果信完主上神院回来，传了两年道，软弱了，教会没给生活费，没钱过日子，这怎么整呢？他说拉倒吧，不传了，去开始回去炸麻花，又炸麻花了。他做现在这个意思，他说把那大锅支上，把那油烧上了，这你不知道他不得揉面吗？不是吗？把那面吧，你看你只把面这弄这么长，可菜刀切完了。他说原先没进主，这么长一炸是不是这么长了？那天吧，是把这面这么长面搁锅里，不到越烧火，它成个团了。他就可能说一开始这点面可能没整明白，第二天再火点面，搁锅里这么长又成个团，一连三天都成团，赔了300块。后来圣灵说拉倒吧，回去吧，你是被神拴在祭坛的羊羔，跑不了了。这回他乖乖又回来了，完了不扎麻花了。他跟我说可有意思了，本来扎麻花越扎越大，他搞越扎一团他越小，赔了300-400块。所以这些年我也经历过，你看我这腿吧，越讲道越想越利索，一回去干活我最爱开车的，往那出租车一坐不到一天就下不来。你讲道吧站7-8个小时没问题，我也纳闷，神呐、啊，找啥人不行，非找我干啥？你说，这挣点钱多好，奉献不一样吗？不行，这腿儿吧越讲道没问题的，
几个小时可以，你要站火车一。